我叫叶松墨，今年21岁，双子座。2年前参加了高考，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录取通知书。我喜欢摄影，喜欢用镜头定格美好的瞬间。但是，现实往往与理想背道而驰。最终，我却报考了一所很不错的工科学校。就这样，带着遗憾，我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。我们的宿舍是4人间，但只住了我们3个人。小李是一个狂热的魔兽世界迷，由于我们屋的网速不给力，理所当然，他待在网吧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他待在宿舍的时间。这是小张，开学不久，他便和邻班的一个姑娘一见钟情。经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，终于把姑娘追到手了。还有，我的对面是个空床。他俩一个泡吧，一个泡妞，几乎都不回宿舍。于是我每天一个人起床、吃饭、上课。3点一线，我仿佛又回到了高中的时候。我喜欢米兰，但我妈却不许我看米兰的比赛，怕影响我的学习。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执着的人，所以我会一直选择妥协。书里说，自信力差的人他心里就会特别强，我没有自信，所以我总是拼命依赖。我依旧每天一个人起床、吃饭、上课、自习，慢悠悠地念书和晃荡。我以为这样寂静安稳的日子永远都不会结束，可是，事情要从前几天说起。我一如往常地上完自习，走在回宿舍的路上，我别动。要么一块来，要么赶紧滚。女生看到我的样子像是要哭出来，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当时确实被那个男人吓住了。那晚之后，我几乎每晚都会梦见那个女孩幽怨地望着我，这让我头痛欲裂。没错，我失眠了。我每天除了学习之外，又多了一项任务，那就是寻找。我试图找到那个女孩，想为我的懦弱向她道歉，但那个女孩似乎并不想给我这个机会。失眠症让我感受不到真实，一切都很虚幻，所有的事情都成了一场无名的救赎。得失眠症的人无法真正入睡，却也没有清醒的时候。事情过去一个多星期了，我连人影都没有找到，但我的生活
正在悄然地发生改变。你好，我叫梁展豪，我是新搬这个宿舍来的。那以后咱们就是舍友了啊，多多关照。哦，哎，你喜欢米兰吗？米兰？喜欢啊。传神啊，又往回传呢。我这球传的什么？这哪有那么这么踢？传球怎么还看不见呢？我好球，好球！我盯住，盯住呀！哎，传，好的，一大记，一大记，打门，球进了！我靠，一大记太牛逼了！九爷，你太为我的英立功了！我靠，2-0了，2-0了！哎呀，我靠，你叫拿下了！我靠，别说，别说，别说！我靠，一大记，我太崇拜你了！九爷，你太为我，太给力了！你的梦想是什么呀？永远自由自在的生活。那怎么才能自由自在的生活呀？抛弃一切，才能自由。啊？是不顾一切的不顾一切，还是不顾一切的顾及一切？你自己选吧。展豪，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。其实我……救命啊！抢劫了！妈的，怎么又是你？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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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跑！操！操！操！你醒了，谢谢你救了我。
吗？展豪，昨天晚上就只有你一个人。小英雄就没了，不错啊。哎，展豪呢？展豪，展豪是谁？就是前一阵住咱这儿那个。住咱？你没发烧吧？这屋就咱俩人啊。请问510有没有住过一个叫梁展豪的人？我给你看看啊。没有这个人。您是赵小英吗？哦，对，是我。那天晚上您那个看球的时候，那音量要小点啊。不，那个不是我，那个是展豪。我不管您那谁，反正屋里现在就你自己，我就得说你。如果你不听，我就通知学校了。哦。原来，从来就没有一个叫梁展豪的人走进过我的生活。一切都是我自己的想象，我的失眠也从来没有好过。不管有没有梁展豪，其实这都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我明白了生存的意义。生命在一分一秒的流逝，而我的选择是不顾一切的去顾及一切。你好，我是新搬来的，我叫梁展豪。你好，对了，你喜欢米兰吗？So lucky, so strong, so proud.